需要七个红包封，第一组两个，对折一半，再往背面折四个三角形。第二组两个，同样的往中间对折，这次中间留一点空位，折四个三角形。第三组三张，做尾巴部分，往中间对折，往背面折两个三角形，再往中间线对折，好像扇子一样的前后对折。先组装第一组，把两个三角形合起来，钉起来。两边都一样，两张合起来，钉起来。第二组不一样的钉法，把两张的三角形合起来，钉两个。把第一组塞进第二组里面，粘上双面胶再粘起来。把尾巴钉起来，要吊起来的话，可以用红线绑在尾巴上。可以加张小纸张帮助固定尾巴。再把身体固定钉起来。看得出两款鱼的分别吗？喜欢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么么哒！